们穿着感都不一样。如果你想要爆白，有点微度假的话，你是可以带草包穿高跟鞋。你是想要休闲风的，可以买灰色。然后呢，我就是基本黑，我们家黑真的很黑又发亮。其实是167哦，所以这个裙长也不会太长太短，你都可以自己上下去做调整。我跟你讲，它又冰又凉又弹，它是我们料子非常非常好，然后绝对冰凉、绝对显瘦的料子咯。后面我开一个经典的叉，然后屁股这边给大家感觉一下，我现在穿的是 S 号，有 S 号跟 M 号。然后我很贴心的是，我有做了一个假口袋，它可以让你的屁股的肉肉的视觉收起来一些些。来，你看一下它里面那个滑料，而且它整个的薄度以及它的挺度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直接上身的版型，你可以看到我们没有一处会显露出内衣痕以及内裤的，它完全不会贴腿。